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歌手林宥嘉去年与女星丁文琪步入礼堂，婚后小雅口感情甜蜜，更预计在今年夏天升格新手爸妈。近日两人就赶在生产前前往台南旅行。昨日，丁文琪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由台南遇到的小趣事，有路人趁住林宥嘉去厕所时问了丁文琪五个字，让他当场秒杀眼，而对话曝光后意外引发热议。昨日，丁文琪在 IG 上分享一段自己与路人的对话，原来是有路人认出他们，因此趁住林宥嘉去厕所时连续朝住丁文琪喊了三次哈罗，接着问说他是